六，人家心情好，借我拍个照而已。我都还没有拍完，就没了。哎，他在哪里？我没有看不到。不是要坐很前面才可以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舒畅。现在我人在吉隆坡的云顶，然后今天准备要去一个叫做 Sky World 的云顶天城主题乐园。我现在正在它的门口，这边是有一个人工的售票处，也有自助的售票处。它的售票只能够接受电子支付，现场是不接受现金的。这是这个乐园全部的支付方式，然后基本上有覆盖到各个地区的了。然后呢，注意一下，它这个开园时间是11点到6点钟就关了。然后窗户这里也会显示今天暂时开放的设施。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地图，大概分为三大块，然后有18个游乐设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进去看看。哦，好多泡泡，我要去买一个泡泡机，选一个这个颜色，看一下多少钱，99马币。好，我要买一个，那开心，不会用哎。Hello， 我会。哎呀，我不会用哎，超久了。好酷炫嘛，还给我换了一个笔。Middle. Okay, thank you. Bye bye. 哦，超多。超好玩，99马币的快乐。好了，玩够了，我要进去了。这边都是用一个二维码的票。OK。哦，还有录指纹呢，有点厉害哦。这里有个百货，先进去看看卖什么。好像都是男生的东西。云顶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它在山上，所以比市区的温度有点低太多了，所以我临时决定进来百货这里就买了一件外套，159码，不是很大，但只能够这样子的。哇，进来了，嗨，你要跟我拍照啊？是吗？哈哈哈 ，OK。这个园区很多点呢会有这种拍照的服务，如果你们下载他们的 APP 呢，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每一个点拍到的照片。买门票的时候要记得买这个服务，没有买的话没有了。这里有一个扔罐头的游戏，只有两个球，然后啊，他出来。现在哇哇，唱公主第一次开场，好紧张啊！不要给我配音，直接买吧，要不？Can I hold it for a second? Take the photo.拿到了，并没有，人家心情好，借我拍个照而已。我都还没有拍完，就没了。好，我又来玩下一个。它这个是要打到板上，最后落在柜子里面，然后就算赢。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很难。啊！我要想想。只能够拍照了，里面是空气，很轻哦。它园区有一个屏幕可以显示现在各个项目等待的时间，今天运气比较好了，基本上都在15分钟以内，有很多甚至会在5分钟以内，还有演出的时间表。走到哪就玩哪，然后现在要玩这个。OK。
到，好通畅哎，今天都没有人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哦，原来我们玩的是这一个哦。有没有比较怕的项目？我挺怕那个跳楼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玩这个。好，可以挑战，一起挑战吗？你们两个去，我在下面帮你们拍照。要评价队友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刺激的玩，出发！蜂鸟大作战，哎，我们是玩这个项目吗？蜂鸟大作战、是这个。对，我们可以去这个。对对对，玩耍喽！我们可以去排队了。是可以飞上去的。蜂鸟大作战。Hello。中招了，喷到水了。这挺好玩的。都湿的。简单。啊。不可怕。不可怕。那要再玩一次吗？不要。我要去玩旋转木马。那边。哦、好。好，我要挑一个喜欢的坐骑。啊，小摩托。好，我就跳这个。我是必玩的，女生女生必玩，来去顶一下，必玩哦，装逼，可以装逼，可以自拍。哦，西边。哎，他在哪里？我没有看不到。我是要坐很前面才可以吗？开始了。出发！好，那我们行程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要回家了。谢谢这两位美女陪我玩了一整天，今天他们过来超开心。然后这位是 Christine， 然后这位是 Jennifer， 我会把他们的 IG 放在屏幕的下方，你们喜欢他们的话记得去订阅人家。这么多项目的话，你觉得今天最喜欢哪一个？过山车吧。过山车不害怕，所以你们是不怕还想要再玩一遍吗？是怕的，可是觉得他自己很上头。他们两个胆子蛮大的，只有我觉得旋转木马可以再来几遍。一直转到六点钟关园了。好啦，今天谢谢他们，他们辛苦了，我现在先让他们回去休息。我们现在正准备去坐缆车下山，然后这一个缆车的时间呢是7点钟，然后开到晚上的11点。刚刚在这个自助的售票器买了一个缆车的票，一站10马币。我们准备坐缆车下山，今天玩了一整天，然后现在的天气有点太冷了，我穿的这个外套都已经有点顶不住，所以来这边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外套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过来玩起来还是很凉爽很舒适的。这个园区因为它在上一年所有的设施有翻新过，又新又整洁的感觉。好啦，我要回家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